18年前，一场8年1遇嘅暴风雪席卷大雪山。唔通苍天故意俾机会我，等我可以踏上重生之门？我本来应该喺雪山之巅，为何会嚟到一个咁奇怪嘅地方呢？上次嗰三条鞭丝单嘢呢？小玉噶嘛？系啦，小玉噶。同我揾呢三个人。从而家开始，你咩都未见过。终于揾到你啦！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纵然历尽八劫，都要揾到时空金球，俾我重返大明，洗刷400年不白之冤。